就可以飞啊，是停车场啊，啊这里就可以飞啊。所以意思是那边都可以啊。对啊。然后你就飞到捷运上面嘛。烂了、啊。会被打烂的。那他这里没有画，他只有高速公路画起来，捷运本来就不行。啊、哦。捷运算私人的吗？不是，可是他是公，你是属于公共危险。是公私人的。